2024海丰马拉松昨日在桃园新屋举行，不料封面接近让北部下起大雨，跑者们只好在恶劣的天气下进行活动。而不止狂风暴雨，连路面上也有很深的积水，让跑者们自称勇者，更笑说是障碍赛吧。但其实出发前天气还很好，相当凉爽，没想到半路突然风雨交加，让参赛者表示十分难忘。加入聆听，用不同方式看新闻，谢谢你看超人气 YouTuber 爆新闻，直播线上即时互动，轻松有趣多元内容。3月16号起，每周六晚间9点，子午计划 VTubers 在三立新闻网。